一公分，压到血管，只要再压到一点点，就血管一爆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医生说剩一个礼拜。那之前完全没有征兆，肝就是这样，完全没有征兆。那、啊、我听到这个答案怎么办？我说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我说，那、啊、医生就说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什么抽什么腹水啊，抽那个什么水去检查啦、啊。可是因为腹已经肚子有腹水了，那个腹水太多没办法抽，要先把水放掉，放了2000cc， 好、哦，然后再抽那个水出来，一抽出来，那时候我还在做明日号、欸，明日号我们去年的12月中的时候我做第一批。还没有正式营运，公司只是叫我们领队上明日号给公司做建议。我是第一批领队，我就上明日号。那公司啊，我说我今天上完，我明天就回高雄去看我妈妈，我请长假就对了哈。结果一检查一出来，啊，淋巴转移，你只要碰到淋巴就不要再想了。如果只是肝，只是肝肿瘤，我觉得我有办法让它降个几公分没有问题啦，至少不要压到血管好不好？好、哦。啊、像我妈妈一样就是正常啊，人是正常啊，都没有什么事哦，只是肚子很大啊，都腹水啊，都是腹水而已。后来看到淋巴转移啊，我姐就传那个医生那个证明给我看啊，算了啊，就反正就请假。